锵锵三人行，哎，扎老师从外国回来，还赶得及参加我们的两会啊！我们为锵锵三人行举办的开场白，老是调侃我，真是我这两会就是山寨产品，我们山寨两会，我们锵锵山寨产品展览大会，对对对，锵锵三人行啊，山寨版两会。那你知道这次两会，两会山寨就是个提案呢、啊。倪萍大姐这个就火了一把呀、啊。对，那这个她提出一个提案，两会的时候说反对山寨文化，结果就成为网络嘁哩哗啦这个热议，好多人这个就骂人家，甚至有人说人倪萍是什么山寨大妈什么的。其实呢，你我也误会了，我也产生这样类似的误会，因为我望文生义嘛，我觉得山寨就是乡土嘛。就是山寨是跟城市对照嘛，乡土嘛。那我在我觉得这某些主持人可爱，他们的价值就是比较乡土嘛，就比较亲切，流眼泪，感动，对不对？他们完全不是现代文明的那种形象，他们是那种比较乡土，比较感人的。对不对？这种，那么我想他们自己很山寨，为什么还要反对山寨呢？所以我就没搞懂这个逻辑。我跟你说，这说明啊，逻辑混乱。对对，你知道吗？事事不好，不恭敬。你知道这个倪大姐，北京有句俗话叫“城门楼子”吗？城门楼子跨骨轴子是吧？这就是说呀，你知道现在很多讨论为什么纯粹就是大家消遣呢？对于时间宝贵的人来说，完全是浪费时间的。这作为你的学者最容易明白了。如果我们对说的这个事情还没有统一的概念，那么我们在说什么呢？就是北京话讲城门楼子和跨骨轴子，当然私下还有另一种说法，就隔了十万八千里，你们聊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你以为什么叫山寨？你定义一下，界定一下。你像倪大姐、倪萍大姐，人家说了，我最初听别人说山寨，还是说的山寨用品，可近来我发现山寨现象渐渐从经济衍生到文化，他说的就是抄袭。任何一个严肃的文艺作品出现都有很多跟风的炒作抄袭，那么他觉得这个会伤害原创，中国本来原创就阳痿了嘛，那么你再这样，所以他就提出这么一个，真睡不着觉赖枕头，怎么可能说原来是有别人抄你，所以你写不出好的来了，不是，他这是个伤害吗？比如说一部严肃的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个姓柳的这个官员最近不讲吗？说比如说一个严肃的电影出来，人家花了很大功夫弄成这个东西，但是呢，哦，我明白了，怪不得有很多人现在看新闻联播觉得打不起劲来，就是因为各地地方台全抄他的形式啊。对不对啊？都是山寨中央台。对啊，他们一个个弄的这个什么委员参加什么会议，不是我以前讲过吗？徐老师，这还你又是山寨的概念，闹不明白。啊，又闹不明白。你明白吗？这个是属于合法山寨。甚至你省台你要不这么山寨，咱国家还不答应呢，对不对？你必须得这么弄。这个有 license 的山寨啊，但是更多的我们山寨现在说的是民间啊，对。所以现在呢，大家聊起来就厉害了，就包括了盗版，包括了戏仿，包括了挪用，还有什么廉价的抄袭、剽窃，全加一块了，恶搞。咱们讨论是当回事儿的，所以说我先要证明。我现在发现呢，孔子讲的话很适用于当代，就必也证明乎，是吗？什么？你先把名字指什么？定义是。咱采用一个朱大可的定义啊，朱大可这个流氓学者嘛，不是，简称山寨学者，他是这个提研究流氓精神的文化学者，简称流氓学者。朱大可说，山寨这个词儿至少包含了三个方面的语义啊。第一，指仿制和盗版的工业产品。第二，指流氓精神。第三，指在一种流氓精神影响下的文化颠覆、戏仿、反讽和解构。但是这三个语义啊，他就说被混乱的混淆在一起，导致了一堂普遍的这叫阐释混乱。我再混乱、第一个，仿制跟盗版就已经有区别的，仿制可以是合法的，日本很多的原封不动的，盗版是非法的仿制，那这个里边已经有一个区别的界限在了。或者第二，非法流氓精神怎么界定？什么叫流氓精神？它是一个比喻性的讲一种不守游戏规则的一种反叛呢，还是说街上捏女孩子的脸呢？这种被抓起来的流氓？我代表流氓学者给你解释一下，就是说他特别讲到，人朱大可先生特别讲到，就是流氓精神，他在这里用的是一个中性词，他指的是中国呀，自古以来民间就有的这么一种叫野性也好，草根也好，这么一种精神。你像我们老家水泊梁山，对吧？一百单八将，
那么这种东西，这种就算流氓精神，包括不是你比如说在网上很多恶搞的，它里边有种什么呢？比如说以暴易暴，对吧？骂人，这个上海话叫什么？拆烂屋，我就学了一个拆烂屋，拆烂屋，反正就这么类似的这么一些情调。有的时候它是对于过去权威的一种颠覆。最近有一个为了爱国，他们说他们一个措辞叫爱国流氓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可以叫爱国流氓，原来流氓可以做中性处理。现在最近有一个人就是为了爱国吃烂屋嘛，就是那个跑到巴黎去举牌举得很高，打电话举得很高，就买那个圆明园的那个，说是爱国，说每个中国人都会这么做，最后不付钱，这不就是爱国吃烂屋嘛？但这跟这个我觉得还是跟山寨算不算山寨呢？在网上这有限民意要一调查，80-90%的中国人民可支持这个，支持爱国拆烂屋。你管这个叫拆烂屋吗？支持这件事儿，他就是因为你把我们的文物倒过去了啊，所以我现在让你要，因此我就你拍卖的时候我就来，你强盗我也强盗啊，不是，你是我跟你说，索性丢一个炸弹在里面就好了。这个圆明园这个脑袋本身就是山寨欧洲的，你明白吗？当年建圆明园，仿制，那就是这外国人取乐中国皇帝的嘛，对吧？他也是一种仿制。对，转一圈回来，所以这事儿就真得溯本清源。我没看过朱大可这个文章，但是我看过几年前有一个王晓东写一篇文章，叫《盗版有理》，非常精彩，我觉得很到位。什么理？他当然他讲的主要可能是在朱大可里边应该算第一种，就是仿制、复制或者盗版。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文字的，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不，文字的复制哈，就比如说你出了一本书，我这马上二渠道全盗了，然后没有版权，对吧？这种盗版，或者是计算机，你出了一个正版，我这儿全盗了，这种它为什么有理呢？其实它那里边讲的非常详细，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个经济规律，其实它是有这个需求，在这种阶段发展阶段上。他必须要盗，他买不起那个正版或者买不起那个正版书，而且所有的人你推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都在盗。比如说很有名的就是狄更斯，他在19世纪的时候被美国盗得一塌糊涂啊，你现在美国转过来骂中国，比如说说你们盗我们的，他当年就是盗起家的，他文学那时候18世纪19世纪美国有什么文学啊，就抄点什么萨特雷啊狄更斯，那狄更斯很气愤啊，我这儿版税全被你们那儿盗了。但是问题是，所以他到美国去演讲，他就控诉美国，就骂你们都不交我版税，对吧？那美国人也没得说，他没签那个版权公约，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这样就把狄更斯的市场全部做大了，狄更斯就变得家喻户晓在这儿。你这有这个市场以后，实际上对他长久的他的文学的流行是有利的。嗯啊，在这点上，然后后来美国签了文约，他也这样了。就这一个例子啊，就可以说公司啊，就是笨，不知道中国盗版他是为了推广，没有啊，是吧？没有，他不告啊。所以苹果和微软后来他都很，你注意，他不是太告你，他也没有定期的闪光。后来不是有一度说他要什么黑你的窗户？你那个时候坚决的限制的结果，只有这个中国人买不起，你这正版就没有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是咱们讨论一度微软要搞那个黑屏吗？是吧？就是惩罚那些这个盗版的嘛。当时我看的材料里有一句嘛，说当年比尔盖茨就说过这么类似意思的话嘛。中国人爱偷。就中国人不是爱偷吗？让他们偷吧，早晚咱们再算这笔账，就是等于让你们用，对吧？不是，他原话好像就王晓东那文章里好像提这件事，就是说中国人反正就是爱偷，但是呢，就让他要偷，让他偷咱们的。别偷别人的，你知道吗？对，就是说偷了我们的以后，你就用惯了，以后你就离不开我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再到那个时候，到一定阶段上，我再来收版权费，多聪明啊！可以理解，在一定的情况下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总归不是上策。对，偷成了习惯了，阶段成不了高手。成不了大民族。那美国这事儿怎么讲呢？后来他20世纪出了很多大作家，没影响他抄狄更斯的时候，都是因为已经过了，抄狄更斯，不是因为你这个逻辑，他这混乱，就不是因为他抄，而是他在那个阶段上抄一抄，你更混乱。不，你不能就以简单来对付混乱，是一个错误的思路。你要对要高级的复杂来对一个低级的混乱，我觉得啊，这是一个思路。你不能说啊，我一棍子打死，现在你们都剽窃，所以我就用行政手段把你们全部限制死，然后你就有原创了吗？我根本不相信。你没在那个阶段上，你原创，你首先要有各种各样的模仿、影响、抄，然后这个阶段过去了以后，你再证明你有没有原创。当然不见得你最后就有原创了。我跟你讲，徐老师，这个事情啊，它这个
法治这方面咱就先偷成了习惯了，不是咱们先别聊了，对吧？反正这法治精神也不是很不很充沛。我是说呀，人家讲了，谁不喜欢偷啊？发展中国家呀，那倒是谁就到人性来说，谁不喜欢偷啊？在你用不起的时候偷成了习惯了嘛？那不见得，不见得。但是这是很复杂。咱们一会儿说日本也可以说，他也是从模仿开始的。是现在有人他把你的车拿过来，然后他做的更好，但是他确实现在遇到危机了。他遇到危机了。他偷他合约，他仿制，但是他是就像中国现在制造了很多世界尖端产品，他合作生产，在中国生产。但他都有合约的，对，然后他改一下。当然，你可以说，你在另外一个角度，你可以说这些合约就被帝国主义欺负了，就给世界跨国势力占了利润了，咱们成了廉价劳力等等。那这个阶段慢慢要过去，我们通过这样的被欺负的模仿，达到自己的独创。但不代表我们就因为这样走吃亏，我们就流氓，我们就能偷多少偷多少，实际的成果是不好的。那不是，就是说你是限制，你想让他不偷，这件事不是你理性来设计能够越过的。我怎么现在感觉我成胡一虎了呢？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再引用一下这个韩寒，就这个还写一什么博客，说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有人担忧说山寨文化普及以后，中国将彻底沦为一个山寨大国。我认为这样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山寨大国。任何经济文化政治的起步都是从山寨开始的，忘记山寨就是忘本。我们的国家建国初期就是山寨苏联，我们以前的某某思想就是山寨的叉叉，他用叉叉叉叉思想，我们的叉叉理论就是山寨的叉叉理论，我们的叉叉叉也是从山寨叉起家的，可以说没有山寨就没有新中国。这个但这是说开玩笑，这也是一种细说吧，但是这反映了一种，我就说还是个概念定义的讨论不清，就你到底指什么？你比如说，要是那个鳄鱼序，叫鳄鱼序吧，它不是一个鳄鱼吗？我完全一样，但是它那个牌子呢，我把这鳄鱼脑袋转个方向，比如它原来向左的，我现在要向右呢，那这算什么呢？它都有自己的品牌啊。对，转过来那个是法国的 Lacoste， 它比较肥，是绿色的。香港和 Cocodice 是倒过来比较细的，大家都有注册。你别看两条鳄鱼反方向，那是两个不同的品牌，一个卖500块，一个卖200块，人不会搞错。你说现在很多，你明天搞一个直的鳄鱼，你要注册了也行。对，你要搞个弯的也行。不是你这样，你不能做它一模一样。你这样，徐老师，我以这个图像的方式，请你来解释解释，咱们看看这个山寨现象。觉得没什么，那可口可乐变成可日可乐，那好，那好。康师傅叫康帅博，这玩意儿少一横。那本来人家说可口可乐是最佳的翻译，现在那是更好的日可乐，还能叫抗日可乐行吗？不是，那个日不是那个意思啊。对，是另外，我们知道，不是日本。对，但是就是说我刚才说这个日本，它也是山寨过来的，只不过它是像你说，它注册了以后，它比较精致的山寨。这个山寨在一定阶段上它是必然的，不管它是哪种山寨。但是它确实到最后这个阶段，你要不超越，你就栽在这儿了。就像日本，我就前些时候看见一个日本人写的一篇文章，他就说，现在经济危机之下，其实上你们都在那儿说你们有多大的问题，我们日本人已经压抑很久了。他这个压抑就是说，他从90年代泡沫破裂以后，他就心理问题极其严重。他最后归结到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现代化好像是亚洲最早的最快的，但实际上我们全是模仿西方。我们没有一样是原创的，只不过我们把他们东西拿过来，我们改装做得更好。但是这不能代替到最后我们要创新，真的要突破这个的时候，我们出不来。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危机。中国我觉得和他问题不同，但是我们也会遇到，就是这么大一个国家，轰轰轰轰轰，你光说我就闭起门来谁都不抄，我就得从根上原创。你现代化的现代性的问题已经2000年你自己都没出来，你不抄你自己从哪儿来？这个我跟你讲，毛主席讲的有三个世界嘛。我觉得呀，你要是说这事儿，中国这事儿，站在第一世界里的人的角度来看，那是恶心呐，对吧？比如说，我用这个牌子，比如说比尔卡丹，对，你也穿个西装，你肯定叫比尔卡龙，那玩意儿就是这种确实很恶心，觉得你们脏乎乎的，对吧？但是你回到我们第三世界的人看来。你比如说这个，我跟你讲，山寨手机销售上亿部，它满足了广大农村农民们都用上手机了，而且呢，它加以改造，你知道吗？比如说那个带变焦的那个摄影，这个摄影镜头，对吧？当然，它便宜，但是它质量，所以叫萌萌。对，它便宜，质量也差点，比如比较容易受到投诉。对。可是呢，这就是这么一个阶段。你知道，我们比如说我听一个导演，不是很有名的导演。他给我讲，那就很偏激了。他说，中国这第一的一代导演，我们是靠什么在电影的修养上，追上去的呢？或者说拉近跟国际的距离呢？靠盗版呢？他说，我得说实话呀，我看过那些名片大师的这些片子，我的要没有盗版，我的这个电影修养中间断裂几十年。那么那打搞音乐都看那叫什么打孔的嘛，就看都是盗版，你买正版的没有。但是就说这个理啊，知道你听的这个理啊也有点义和团，就是你比如说这网上就讲了帝国主义啊掠夺我们多少年了啊，这时候跟我们拉开那么大距离，而且你们玩全球化，我们都得按照你们的方式生活，是都是你们生产的，可是这中间我们差着上百年的距离，对，我们凭什么，对吧？我是最觉得这民族主义需要非常非常警戒的。我是基本上是不太赞成这种极端，就排外的民族主义。但是他说的这句话，这个理是在那儿的，就是他们也曾经过。你这样，当时欧洲启蒙的时候，不是你到中国来就觉得，哟，中国这个陶瓷简直不得了啊！中国的什么什么，它这个词儿都是从中国来，叫 China， 就是说在法文里边说这个叫什么 Chinois 什么这种东西，他们原来就没有，就很差，或者那他不到。盗怎么办呢？他肯定也盗过，也学，也模仿。但贵族家里边都很。没在讲山寨，你们基本上在讲一个盗版有理啊，这是或者盗版现阶段有合理因素。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往下走，就说你说那个戏仿的流氓精神，它又是另外一种，它恶搞。就说你像中央台的一出来，我有另外一种，这个它也有它的合理性，因为你老在那儿垄断，你在那儿专利，然后你专利的这个嘴脸，说实话面目很可憎。你还说你啊，我垄断了以后你就不许创造，不是你恶搞他一下，让他这可憎的面目变成可笑，以后对他就有一个颠覆性，到一定时候他就改折了。据说那个小沈阳上春晚是去了好几次没让上，是终于这次给他上一点的。其实在我看来很简单，如果讲有什么山寨啊，或者是中性的流氓精神啊，反叛，以前讲民间文化对于正统文化的冲击啊，那小沈阳就是一个山寨的因素啊，春晚也吸收了这个因素，反而成为他最受欢迎的节目，这个其实可以值得重视的。像刚才讲的那些真的是有创意，什么可日可乐，那个可那个有一个作者写书嘛，他名字叫金庸著嘛，哦，名字就叫金庸，他金庸著，你说办法，他姓金，林庸著。对，哎，你说那可热了，我想那网，那你这有什么办法吗？对吧？网络上最近有一个扎先生对他也挺欣赏的了。叫什么？就是马勒戈壁上的，这必须四音得准，要不然你稳上。我们撞过了。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这也是一个吗？草泥马，你老河蟹老在那儿猖狂着，他可不是得出来一个恶搞？行，别说黑黑这山寨黑话了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现在讲道义有道了，我讲你们讲那个反叛呐、啊，我给你念几个段子，我觉得那真是文化创意。一个衣着时髦的青年去买糖，看见五颜六色的糖果，高兴地说：“哎的妈，这里的糖盖了，哪种糖最好吃啊？”售货员看了看他说：“要是你吃的话，口香糖最好了。”第二个，说显示器画面不停地摇晃抖动，有什么办法啊？回答店员说：“你也不停地抖动，当你的频率跟振幅跟它一致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出来了。”很精彩呀、啊！现在民间文艺都在地方。提问：为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回答：因为马儿拉屎在后边。
这跟山寨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山寨嘛，这就是一种思维的急转弯，就是恶搞戏仿。我整个流氓文化精神就现在就体现在段子里，你现在流行的段子基本上就是山寨文化的精髓。这是我的理解，就是假如按照你们的定义，就是说他是在对于正统的僵化的文化做一种戏仿，然后调侃王朔就是开其端的。对对对，王朔就是开其端，他所以小说里你一定要理解原来的正，你才能理解他的恶搞。王朔的小说在海外读，我在香港教学生读，他们一点都感觉不出他好在什么地方。男女关系讲是个不破不立，破在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这很色情的一个段。香港学生读不出他的好处，因为他不知道这段话的毛文体的那个语境背后，所以所有这些恶搞的他都是有一定的语境。你想这个屏幕抖动，这个听上去好很荒唐是吧？可你仔细想想，你把这个话转一转，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严肃的事情都是这样在教你的。但是我跟你讲，你看不惯吧、这个、你自己也这样，你不就看惯了？不是这个破容易力难，我觉得我承认现在这个发展阶段，生活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无比幸运，就那么弄吧。就是我不是我有时候感觉，我想起中国两句老话，就现在这个世道是吧？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你能折腾你就折腾，对吧？反正你运气不好，或者你就犯了法，该怎么整你怎么整你，那么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会有这个阶段。但是呢，还有中国的一句老话。就是说呀，你要想长久，那么叫做路遥知马力，对，日久见人心。这就像我讲道义，对吗？你很多时候捞一把，你捞一把，这个过渡阶段吧，这个短期行为很多的，赚了就是赚了，那没什么可说。而且我觉得，可是呢，你要长远来看，一个品牌，中国说民族品牌，我们自己的品牌，这东西。最终你得大家还是回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说抄这种抄大片，我就觉得就有一个，我们抄了半天大片，你真正接下来为您播出《走向2010》。没有啊。